今天吃个鸡排肠。这个鸡排，这一盘儿12块多钱，满满登登一盘儿。这鸡排特别好吃，不说那个配菜，肠、鸡排，我想吃的，去下边我小黄车拍。全是整肉，特别嫩，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。有两种口味，一种是黑胡椒的，一种是原味的。小孩不能吃辣的，可以开拍原味的。特别实惠的，还好吃还熟。这个肠特别好，淀粉看不到淀粉，全是肉。喜欢吃沙拉酱就放点，不喜欢也可以不放。你看这大鸡排多大，一片还不到3块钱，而且这是不是拼接的肉，都是整的肉，特别嫩。我平时都不吃鸡肉、鸡胸肉，但是这个我是特别喜欢吃的。这个盘儿一般的人都吃不了，两个人吧，才12块多钱，不算配菜。那大鸡胸肉，你看这里的肉还是整的。这个鸡排和肠，我敢保证，人人都喜欢吃。如果拍了不好，我退。这肠哈，里边这肉啊都是看得见的，特别好。这是黑胡椒的鸡排。小孩不能吃辣的，别拍黑胡椒的。